我又回来了，哈哈，是不是感觉很轻松？轻松多了，不像上一次来这么压力这么大。十分放松的露丝，赵露丝，不要再玩这些东西了。你干嘛呀？拿到锤子跑到那儿去领奖了。开始了，露丝，快猜。该你猜了。当然也少不了大侦探环节。露丝上次的那个大侦探的身份，让人印象非常深刻。赵露思是回去看了节目播出才发现大侦探是个虚名。我们团队说以后我们要把这个签在合同里，绝不当。嗯，好多头一个出血三号选手，他好像有一点说感觉抓住不太像我这个确实跟范范那个是一样的。不好意思，你是对的。